每年阴历三月二十三日，港九嘅街道逼满晒人，佢哋系为咗庆贺天后诞。根据道教嘅讲法，膜拜天后娘娘可以喺来年为渔民同埋出海谋生嘅人带嚟平安同埋好运。在香港，天后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因为香港三面环海，地处南中国海。香港居民在旅游、贸易、娱乐以及食物方面，都是依靠它周围的海洋。天后诞的特色在于虎落喧天以及色彩斑斓，但是庆贺天后诞的人当中，有几多知道天后所管辖的海域正面对越来越多的威胁呢？水域已经受到毒害，每日有二百万吨的有毒废料、化学物质、农业污水和未经处理的污水倒入香港的水域。尽管环境恶化的警号不断地响起，但是很多工业仍然不断将有毒的物质倒入海里面，宁愿被罚款亦不在清洁香港方面出一点力。而香港这个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人类的排泄物亦直接被冲到维多利亚海港里面。海水中的毒素和病菌肉眼是见不到的，但是洪潮正好证明了海水有问题。洪潮的出现是由于微细的海藻在污染的环境中衍生所致，但是毒素不是唯一的问题，商业捕鱼队过量捕捉鱼类亦同样有损海洋生态。香港人是世界上最喜欢吃鱼的人之一，每人每年平均吃了四十公斤的鱼，其中六成是由本港的渔船捕获的，即是由四千五百艘领有执照的渔船在南中国海穿梭游过，捕鱼业每年赚取超过二十亿的港元。捕鱼的数量既没有限制，鱼的体积大小亦都没有限制，所以在毫无管制的情况之下，渔船日以继夜出海捕鱼，以满足市民的需求。由于缺乏政府的监管，即使本港的内陆水域亦出现过分捕鱼的情况，所捕获的鱼全部都是很小的，而大条的已经被人捉晒。渔船的体积大了，设备比较现代化，而鱼的数量就越来越少，因此只有努力工作和有工作效率的人才可以生存。由于这些人各自为政，因此海中的生物就来被人捉清光了。在海底的礁石上面，污染以及过分捕鱼的恶果亦都很明显地见到，很多时候连一条鱼的踪影都没有。
大的水域以前不是那么冷清的，曾几何时色彩斑斓的鱼群在这里穿梭游过。这些景象在地道仍然可以见到，但是只可以在南中国海的偏远珊瑚礁上见到。本港曾几何时亦都曾经咁风光。如果能够小心控制，鱼类的数目是可以逐渐恢复的，令到海洋再次变成生气勃勃。目前唯一仍然在本港水域出现的大型生物，只有白色霞水母这些海洋流浪者，他们在这里漂浮，暂时寄居在这里，然后就会到比较远的海域了。今天这些访客游经的海域已经饱受污染，空荡荡一片，甚至鲨鱼亦都变成稀客了。这种情况仍然急剧恶化，海洋面对的威胁已经越来越大，并且与日俱增。因为沿海发展而进行的挖泥工程正慢慢地侵蚀海床，现时全球四分三的挖泥船队正在本港的水域操作，海港填土工程以及赤立角新机场的兴建破坏了大量沿海土地及海景。新机场的工程是地球上最庞大的基建工程之一。香港正迈进二十一世纪，沿海地区和海湾的堆填工程亦都越来越多，每个月都有新的土地伸延出海面。为了追上城市急速发展的步伐，海洋不断受到侵蚀。对于海洋生物来讲，问题不是局限于建筑地盘上，海洋所受的损害大部分出现在地盘范围之外的。挖泥船在大鹏湾挖起海床，将海沙分隔出来，而将没用的泥丢回海里面，悬浮在水中的泥土令到珊瑚和鱼类窒息死亡。以前果洲群岛生物繁多，景色优美，现在就变成死气沉沉，而且一团一团令生物窒息的淤泥还不断在沿海扩散。挖泥的活动不断扩大，只有生于偏远海岸地区的海洋生物才可以幸免于难，所以这些地方因而变得与众不同。而海下湾这个偏处香港东北的海湾就变得极之珍贵。世界自然基金会建议将这里发展成香港第一个海岸公园。
海下湾的面积比较狭小，海岸线只得十公里长，面积大约是250公顷，但是海底就蕴藏着本港其中一个最多姿多彩的水底王国。香港水域有50种珊瑚，论数量和加勒比海是不相伯仲的，而有60%香港有的珊瑚都在海水中自由挥动，防止微粒积聚。这些珊瑚虫原本是带有黏性的陷阱，用来捕捉细小的动物的。至於珊瑚蟲比較短的珊瑚就比較危險了，因為它們的活動能力低，很容易被淤泥沖濕，當沉積物增加的時候，它們會是最先消失的。但是有時候它們會獲得援手的，以食黏液為主的蝦仔可以幫助這一類珊瑚清除沉積物。海下湾特别的地方，不单止由于它有见礁的珊瑚，更因为它拥有各式各样依赖礁石为生的生物。我们会见到这种色游水的海白鹹，而家佢勾喺珊瑚枝上边，珊瑚嘅浮隙系虾、鱼同海鳗嘅栖身之所。细小的岩池蟹匿埋喺海鳃的薄壳里边，附近有海参伸出竹须揾嘢食。珊瑚礁就好像色彩缤纷的花园咁。每个花园都有虎视眈眈的动物的，这些叫做海阔鱼，它们猎食的对象是黏附在珊瑚礁上面成千上万的小动物的。香港的海域一共有60多种海阔鱼，其中大部分都可以在海下湾找到的。这种海阔鱼又称之为裸鳃亚目动物，所谓裸鳃是指生在它们背部用来吸取氧气的羽毛状器官。它们的色彩很鲜艳，
用嚟警告有可能襲擊佢哋嘅獵食者，因為佢哋嘅皮膚裏面含有毒嘅化學劑，有時甚至有強力嘅蜥刺細胞。其他色彩鮮豔嘅動物匿埋喺礁石嘅縫隙之中。呢只條紋蝦居住喺洞裏面，有必要嘅時候就會捍衛家園，趕走入侵嘅敵人㗎啦。寄居蟹總係孭住自己嘅保護殼，四圍都係自己而起嘅獵食者。寄居蟹冇辦法唔咁樣保護自己。寄居蟹將石上嘅海葵移到自己嘅保護殼上面，佢唔係貪靚，而係為咗防衛嘅。八爪魚嘅嘴非常之堅硬，竹蘇又可以捉住比較大嘅生物。但是海葵的蜥刺細胞令到八爪魚不敢冒然進攻。海下灣有不少動物都不是主動出擊找食物吃的，而是站在一邊等食物自投羅網，其中某些會隔離水流中的微粒來找食物，這些叫做孔雀蟲。在海下灣比較深的地方，腕狀海葵用附黏性的竹蘇捕食細小的獵物。微粒太少就沒有足夠的食物，但是微粒太多又會令到生物窒息而死。微粒的數量是否恰到好處，足以影響在珊瑚礁內生活的眾多生物。長時間停留在某個地方的動物更容易被沉積物引致窒息嘅，無頭星就係其中一個例子。為咗令形勢對自己更加有利，佢哋會同一啲比較活躍嘅生物拍檔嘅。無頭星依賴蝦仔同佢哋清理竹蘇，蝦仔就可以食無頭星嘅黏膜同埋其中黐住嘅食物啦。海葵係常見嘅動物。通常是深植在礁石之中，他们也有拍档，就是这只海葵蝦。他和海葵清理身体，而海葵的蜥刺竹蘇就可以给他一个安全的家。而且在海葵里面他是不忧没东西吃的，但是分享这个安乐窝的还有另一个拍档。小丑魚和海葵蝦一樣，都是不怕海葵竹蘇的蜥刺細胞，還可以寄居在裡面得到保護。而小丑魚反而會提供食物給海葵。小丑魚和海葵蝦都可以和海葵和諧共處，但是小丑魚和海葵蝦之間就不是一定相安無事的。小丑魚似乎很討厭海葵蝦。在香港混濁的水域裡面，有拍檔對生死存亡舉足輕重，沒有這些拍檔，海葵自己是沒法子清除令它窒息的淤泥的。如果不是，這些淤泥就會令到它和其他的海洋生物窒息致死。但是在海下灣，沉積物並不是唯一的敵人。在海底用魚槍獵魚在很多國家都是非法，但是在香港就不是。大魚被人俗稱王，而大魚吃的海膽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找東西吃。他们攻击珊瑚，吃了这些珊瑚。
在海岸公園的保護之下，海灣內的魚類數目始終都會恢復以前那樣，令到大自然回復均衡。在全無保護的情況之下，人連最細小的魚都不放過。但是惡劣的環境亦都會成為某些動物的有利條件的。這隻雌性烏賊利用人棄置的陷阱將卵子掛起來，這樣做果然有效，這小烏賊就來要孵化了。珊瑚礁的生態系統某些部分非常脆弱，而其他部分的適應能力就比較強。在香港，他們面對的挑戰不是一定是人為的。這些珊瑚變白是因為他們失去了顏色鮮豔的海藻。海藻是生活在珊瑚內的單細胞植物，並且可以幫助珊瑚生長的。珊瑚失色不是因為污染或者其他人為的問題，而是因為天氣的緣故。每年的夏天，傾盆而下的寒冷雨水沖淡了海灣的鹽分，令到部分的珊瑚褪色。冬天寒冷的天氣亦都會構成同樣的問題。在香港珊瑚分布地區的北面盡頭，天然環境不是幾適合珊瑚生長。但是海下灣部分生物就喜歡惡劣的環境，好像這條喂魚那樣，就喜歡沒有屏障的海岸區，以空置的藤壺為家。在海下灣半島的尖端，沿岸石塊嶙峋，在珊瑚生長的地區之上，創造出適合另一組生物生存和找嘢食的生境。在海灣的最前端，沙洲為覓食的動物提供藏匿之所。我們看看這隻怕醜蟹，它為何有這樣的名字呢？是因為它們的鉗成日都好像遮住块面咁，佢哋最叻就系用对钳嚟钳烂啲贝壳噶啦。呢只寄居蟹边度系佢手脚啊？珊瑚、岩石海岸同埋沙洲，多种多样嘅生境系适合各种不同嘅生物居住嘅。住在海灣表面水域的生物就更加多了。馬尾藻是海兔的庇護所，海兔和顏色鮮豔的海闊魚是同屬的。這個龐然大物身長三分一公尺，正在飄蕩的海藻中虎視眈眈。海下灣包容的海底生物多種多樣，海下灣真是一個不尋常的地方，亦都是香港海洋遺產中重要的一部分。海下灣不單止對動物本身重要，而且目前海底生物世界迅速消失，海下灣可以為年輕一代提供一個學習和觀賞海底生物的上佳場所。而這裡呈現的風光，曾幾何時在香港水域四為一見。
正因为这个缘故，世界自然香港基金会选择了海下湾发展为香港第一个海岸公园，目的就要在它消失之前加以挽救。但是香港发展迅速，海下湾前途未卜。污染、过量捕鱼和更致命的滑沙工程仍然威胁着本港的海洋生物以及本港所有海域的未来。濒临大海的香港是亚洲其中一个最繁华的城市，它有各种先进的设施。在这么繁嚣和现代化的世界之中，我们不能够忘记香港的自然财富的。我们尤其是不可以对香港的海洋财富掉以轻心。现在要保护海洋不单只要靠天后了。为了在未来的岁月里面能够成功地推行保存本港海洋财富的计划，香港人是要付出精力、活力以及作出承担。唯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好像海下湾这种海湾有美好的未来。它需要我们共同伸出援手，我们一定要成功。